到了 Google 总公司台客啾啾。现在在 Mountain View Google 的总公司，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停车场，这边都是用太阳能去充饱电车。这边呢是 Android 的展示区，它每一个 Android 出来之后都会做一个像这样的艺术品。C 出来的时候就做了一个 Cupcake，D Donut， Eclair Froyo，G Gingerbread Man，H Honeycomb Ice Cream Sandwich Jelly Bean Kit Kat Lollipop，M for Marshmallow。Google Bicycle， 每个人都可以用。你会操作吗 ？Mountain View 这个城市就是 Google 的中心，我们在这边。那、啊、你说整个 Google 多大？这一区、啊，这整区都是 Google。Yeah， they did like 一大堆 buildings。大概是大学的好几倍。That's just here。还有别的啊 ，this one or like this one， Sunnyvale 也有。那我们飞到台湾吧，到台北101的公司。台北101 Google 总公司大概是这样，到了这边才能有180度的视角，免费的，所以是最省钱最省时间的方法，比开车还省时间，因为开车你还要找停车位。在 headquarters 有几个 Google bike， 你是好棒的 tour guide。 Exactly。 所以在 Google 的公司也有很多出现很多这种按摩椅，还有这个叫做 nap pod。 我不要来听到你的声音了吗？哦、yeah. oh.And I can like rest. 加油！看起来蛮就是一般的 office， right？ Yeah. Yeah. 然后一定是一大堆人一起 share。所以为什么要 share？ 鼓励沟通吧。对对对。那你们电脑也都是用 PC 的比较多吗？我 put Linux。Linux、yeah.。Google 有自己的桌子，但是他没有自己的 office。Oh, 所以连很资深的都没有自己的 office， yeah, 都要跟。No, everyone like shares。哦 ，OK， yeah, 连大老板就是也跟别人 share， yeah, yeah, yeah. 没办法 visit 那个 Google cafeteria， 就是长得像这样子。Google 自己的接驳车，大家可以约时间做瑜伽。Oh yeah， 我们有一个 building 有保龄球。哦、oh. ，很久以前 ，Google 不是有很多电脑才可以 work 吗？对。So then like this is one of the early you know, computer racks。1998年是一开始 yeah, 一天15万个 search、yeah. 1999 300万，涨得很快很快。2002年就涨到2亿，20049亿、哦、这个照片大概是2000年或者99年，大概有200-300个 Google 员工，但现在呢可能有超越10000个员工在这个 headquarters。 I'm not actually sure like you can film in this。Yeah, all right, if I... 反正 if somebody, if security comes over or not, 就赶快跑啊。那就结束。那我朋友要去工作了，留下我一个人跟大家乱晃。OK, 好。Later. Bye bye, see you. 确定里面是不可以拍的，但外面呢就不太确定，所以有一点点小紧张。在玩 beach volleyball 啊，现在是大概10点钟。现在我想过桥到另外去，这个桥是跨越一个 creek， 这个 project 应该就是要维持 creek 的生态，进步水质。基本上呢，如果你要的话呢，可以在大树下工作，拿个电脑在这边设计程式就好了。这边走来走去呢，有一点点小尴尬，因为我没有像别人挂着一个身份证。但是呢，因为这边的工程师也好，50%以上都是亚裔的，所以应该没问题吧。这边的植物啊是用回收水。我现在需要加油，然后我刚好停在 Google 的 Self Driving Car 的旁边。V 字形的海鸥，现在在一个海边游乐场，那边是海边，然后这边呢是个游乐场。开车过来的时候，妹妹吐在我身上，洗干净，但是衣服都是湿的。海风这样吹进来就非常冷。哎，你刚吐了哎，怎么现在先心情那么好？这边有太阳。台湾的波霸奶茶红到这边来，可是跟泰国做混合，到绿色这边才能玩。
可乐，用这个装，他非常惊讶，他还算我免费。上一集说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那这到底是什么文化？把整个宝宝床带到海边，这边的游戏大概是3到5块，非常贵。当然，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钱，可以来这边免费玩水。虽然是夏天，这个水像放在冰块里面的冰水。